我两星哎、欸！走快就走，要走哇哇哇哇！你六星，然后小助手七星，然后我二星，总觉得我是最我是在星数最暗的人呢、欸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卡住要吃摇头丸。你吃一吃，先吃一吃，先吃一吃。啊！我不守，我不守，我要直接，我直接冲中岛，我先直冲中岛。受不了，我要冲中岛。我不要去冲中岛，我要继续盖我的黄泉路。黄泉路。我要先冲中岛，我先冲中岛。然后你们就会不知不觉，他们床就没了。哎、欸，谁先盖家？哎、欸，我们应该换黑曜石才对的、啊。这样自己的金币也不知不觉就减少了，等下去了。谁啊？看到了。刚刚我差一点就不小心没按 shift 就下去了。喘息乱抓。我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别的，我没有。哦，爱的，哎，你下去。What？ 看我后面有没有人哦，帮我看我们后面有没有人哦。哦，因为我还没给全部的铁都拿去盖可爱的黄泉路，全部的铁。我去中岛，我去中岛，我去中岛，我直接盖，我直接盖去中岛。我还有27个，应该够。我要去当个边缘岛了。加油，我可以支持你。哎，买这给你。嗯？为什么你喷的到处都是？你喷的到处都是的意义真的有点大哦。我想先听听看你到底说什么意思。就是他把钻石喷的到处都是，不然还有什么意思？过来。应该没人来我们家吧？我自摔了。他过来啊！我拿一颗而已，可恶！我应该去打他才对的。我干不了。有人要换铁装吗？先别换铁装，敢死队的谁要换铁装？来我。虽然我也是敢死队的，不过我不想换铁装。你要当，你要当爆破兵。爆破兵。欸、你后面有人。小心。那我先回家，我先。要去当个皮哥爆破兵。我先冲回家，我先冲回家。皮哥的。哦，打下去了，没事。加油！下一个。还有东西耶！哦，谁先把那个，谁先养下去，再去拿几颗钻石回来。欸、有人！我来！我拿了一颗，然后他身上还带了一些东西。我看看哦，我来了。师傅的东西。我太边缘了吧？我边缘到他们都不知道我在他们家。What the heck？哎、欸，注意我一点吧！你去拆他们床啊！去拆啊！我在电了吗？不要心急，心急的小孩子。哎、欸，那个烟火到底是干嘛的啊？烟火喷漆呀？那怎么喷漆呀？好了，还有那群人死定了。不错，有到了，你们死定了。不要啊！我先换铁装哦，我不想换钻装了。你这个，你存在感太低了。我。你看黄队头，你看黄队家头上，知道啊？你存在感太低了。我都盖到我家了。你好悲剧哎哎哎！绿队在那边，在绿队那边刷绿宝。我换了防具的。哎、欸，小心！喷漆呀，要怎么喷漆？要喷漆呀！他追我，哎呦痛！给我啦，吐出来，金定。好，真的是，这么渴望也不要一直这样子嘛。我知道你都很渴望，因为没人爱你。知道吗？他其实超远的，他其实到五国远。没关系，杜宇可以用。哎、欸，他自己换普通的 skin 哎、欸，我看他这太扯了吧？这个击退哪个击退了吧？哪个击退？中岛的那个啊，他击退超远哎、欸。有外挂，有外挂，绝对有外挂。有外挂啊！他到骑得超远了，我砸他一下包直接超远。哎、欸，我们哎，谁去？不是，我要去，哎、欸，还有几颗？啊？什么东西还有几颗？中岛都被他霸占了，还有几颗？对，蓝队。
我要徒手挖他家，我好可怜哦。可怕铁剑啊 ，fuck you！ 我一定要徒手挖吗？超可怜的。不要他们，你就不会换东西啊？谁先来？谁来帮帮我这可怜的老人啊？他老家全部老家。你是老人哦。我是老了，我很老了。对对，那种屁孩的时候我很老了，好不好？你几岁啊？啊，对啊，十四啊，十四啊。我真的徒手挖他家哎！我真的徒手挖他家。加油啊，加油！不是他如果再回去再过去的话，会很好玩的。我就把自己用砂岩盖起来，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我在这里，就那么明显出来。有他拿那个、哦，哇哇，黄队子这样子，存在感低的原因。他拿了12颗金跟2组一组半的铁，在那街上乱晃，真的好不错，帅啊，有帅到有帅到。所以你都拿了、哦。我都拿了、啊，我把他杀了。你到底会跳啊？我不想跳了，好麻烦哦，好麻烦哦，我不想跳了。我不懂你在跳什么。不懂。你不知道我有跳跃障碍吗？有障碍别说出来，你可以去寻求帮助的。笨哎，我身上拿着绿宝石。哎，我们现在有29颗，谁来换那个啊？啊？什么啊？好，我跳下去，你们不要了吧？不要什么？去黄，我想去黄队他们那边看看呢、欸。换什么啊？重点是。那你顺便拿钻石回来。好，我看他最用几颗？6颗，很不错了。对啦。绿队都霸中岛了啦，我还挂了。7颗啦，你眼睛有问题吗？是7颗，因为我手上还有1颗。我、哦、靠。拖一点，拖一点，拖一点。谁在冲的？升龙炉，升龙炉，龙炉！不要升龙炉，不要升龙炉！为什么？不升枪还不升龙炉？中岛队他们霸占了，等到要死掉的时候，你才跟我讲说换龙炉吗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每个人都有钻装了，至少。我要继续当个存在感低的在那边出手。没关系，就我想要去中岛冲冲看。现在有残血的话，家里可以回血哦。他拿钻石剑 ，fuck！ 靠！他拿钻石剑。知道玩哪手吗？我把稿子玩买中介眼和扎眼，就为了保护自己，在那边挖。不行，三个退，三个退，不要冲。继续执行我的徒手挖加战法。你等个五秒。谁换弓？谁换弓？谁换一下弓？好。换弓哦。救命！好了，救命！怎么了？有人在追我，应该吧？没有吧？你后面还有一个女同队的。哦，好吧，我以为他们在追我，因为一次看到3个往我这边分过来，我就嘎嘎。他们有要过来，他们应该有会过来哦。有人在玩正装吗？有一个在玩正装。我不换，我有铁装了。好、啊，那您了。好、啊，我们雨翔、啊，我们低头默哀3秒钟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有一个巴西自己摔下去。他怎么摔下去？他拿了什么？重点是他拿手摔下去。不知道，好像什么东西拿吧。啊，那这样不用为他默哀了。技术问题、啊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我只杀一个人，可恶！我想要把他，赶快死来给我杀一下，好累哦。我只杀一个啊！你在叫什么？好，算了，哇，反正现在没人嘛，我先，谁来帮我守家？啊、因为有一个，这边有弓跟24支箭，是。哎呀，我要冲去中岛了。你加油。不是吗？我拿着铁，只要拿到铁剑，我就是无敌的。蓝队在干嘛？蓝队在盖跳水台。只是他们跳的不是水，而是绝情，好不好？他们跳的不是水，而是北网，他们是悲情。他们想要挑战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的感觉。而且然后是因为知道什么叫做死了，一定。你过来，你看绿队家的人。
没救了。等一下去炸一下，还是等一下搞去一下。他们家好玩哦，你说对不对？七颗。来啊！这边被捡走了。我要先跑，还五只好多。那什么？占我四颗绿宝石。哎，绿队哦，绿队站倒那边哦。哎，黄队被灭了。黄队被我用徒手挖虫。在赶超低的，好。你在连线吗？对啊。主要我刚被那个 flies。哎，我跟绿队互看一眼，然后我们互刚刚好都同时蹲下。我在玩这样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对，你去上厕所，好啊。对，就我一个人暂时代替两个人吧。等一下，先玩这一场再说。再去吧，呀，八颗，再去吧你，有人来了，没救了，有陷阱。It's a trap。现在家里面基本我又拿两颗了。谁说那个 fly 很屌的？我刚直接打爆他。我直接冲过去，我要冲过去杀他。他好累。哎、欸，可恶！你在干嘛？桃木剑打赢钻石剑，我没有看过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天桥、哦？有可能，极度的可能而已。我看过有人盖国旗啊，可是我没有看过有人盖天桥。哎，是那个，我看过，那个人我看过，超好笑的。哦，天桥是那个啊，那个黄泉路。那个我看过有人盖黄泉路，就在我们这里的人。你就看着他，然后他这边三名，注意。我们现在有好多，哎，我可以拿几颗，我要拿铁锭去换东西。家里会产生绿宝石的。终于，我也去外面拿绿宝石了。再分把稿子，再分个挖掘，好吧，我不能升挖掘速度。哎，真的帮我换一个击退强力弓。为什么家里那么多石剑这种东西呀、啊？不要问，大家都换铁剑，然后石剑就没人要了。我换了五颗火球，我等下去猛炸那个。不要、啊，你要火球、哦？哎，因为没有人要给我铁剑呢、啊，我不能让我换铁剑呢、啊。给你啊。没关系，我拿了12个，我拿了12颗杜鱼去杀他们，他们死定了。我带着杜鱼宝宝，他们还有人要杜鱼宝宝，还有人要换钻石装吗？绿宝宝先借我一下，我要做一件事情。不要太急。哎，你看我的，哎，蓝色巨人，你看我的剑哦。史莱姆。对。哈金姆。帅。捡到了，呵呵。那个 Flies， 谁说 Flies 很厉害的？他只被我一半的杜鱼宝宝就杀掉了。好的。对啊，那 Flag 超烂的。PVP 来讲的话，他的确烂的。你看来了一颗，竟然打输他。重点是他的击退很远啊。他只一个开挂的屁孩而已，懂吗？知道啊。只会开挂的屁孩通常很烂。开挂就像是小嫩嫩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拿提稿去挖他们。有瞬移的声音。谁来了？哦，你顺过去哦。我还把钻石稿放在中介箱里面。他们还谁去蓝队、欸？我想去红队他们家、欸。哎，谁去红队或蓝队他们家杀他们？谁去一下？拜托。我应该可以。你去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要再去挖床了。可是我想，我想盖完宏伟建筑哎、欸。是吗？可不可以等他们盖完的时候再去？好了，那先杀那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在等他们盖完？我先去霸占中岛来说啊，先去中岛霸占一下好不好？先去中岛霸占一下。我去。那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们过来了，耶、yeah。手啊，懂吗？我想要打 ，Are you stupid？ 我想打他们。有人来家里面就直接砍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他们在干嘛？他们要过来了。他们要过来蹲金木林了。等一下我还不用。能赞助我一颗绿宝石？可以，我可以。
颗一五颗一。哦，这个我拿五颗哎，瞬间拿五颗哎、哦，你先拿回去。好好，我这边还有一颗。我要使用我的超能力了，存在感低智招数挖床，虽然名字不讲，不过请见谅。这算是名字的。总觉得我们这场好容易哦。哎，蓝队，我们等一下。蓝队还在盖宏伟建筑，他们不是感觉他们在盖堡垒？等一下，先躲起来。小时候的，直接跳过去吧。那个巨我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哦，小助手，他直接侵略过去了。我有七颗哎，然后还有一个隐形的，我想要过去哎，可以吗？我被铁巨人霸凌了、啊。来、欸，我想要拿四颗那个，我想要飞过去他们那边可以哎，可以吗？我可以过去吗？我可以过去吗？可以过去吗？我快度过去。我可以过去吗？等一下，我可以过去吗？爽快爽快！等一下，全员突击！我想要快打、啊！等一下，我原本想要换几个 TNT 炸死他们的，我可以换吗？换啊！等一下，好，蓝队床都是我拆的。等到现在怎么样都没拆，哎，零了，给你。吗？我要去绿队家。刚、欸、如果没有铁巨人，他们可能会被我。现在 kill 有二，但是我 kill 只有一。刚才好像的、哦，他们只有铁巨人打得到我，然后其他人都回不到我。一种。其他人在那边傻傻的在那边乱乱挥。他们是有多烂啊？我想知道哎。然后结果我被你看他们盖宏伟建筑就知道了。他们只是一群有梦想的青年，我们要为他默哀三秒钟，至少而已，至少而已。我想要黑曜石封他家。等一下，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只是要过，我要过去蓝队他们那边呢。我有点想要黑曜石封他家。等一下，现在那几个我想要杀掉他们几个，我想杀，好不好？我也想要，我们两个一起过去。好，可是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对呀，我也在路上。好，我们四个一起去。好，全队歼灭中。一人一个，我还买钻石剑准备歼灭。哎，回溯，安准拜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换回溯，哪里呀、啊？他们的宏伟剑主也太火了。我杀他，杀他呀！帅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我想知道还有。要不要叫二个 final kill？ 就给你们砍吧。还有一个人嘞。啊他躲在那一个桥上，宏伟是竹子桥，很宏伟。那我要上去看一下他们宏伟，太宏伟了，是吗 ？I don't know。让我，他不让我。哎、欸，他们把这游戏当天空突袭站在玩。好、哦、可恶！我掉下去了。他的宏伟建筑好高哦。不行，我刚才不应该拿那些东西的，我应该拿那个。谁的射击技术比较准？换颗中介珍珠上去。我不用换没关系，我不用换没关系，我直接过去就好了。我拿个木剑就可以打赢他们，信不信？我拿木剑就可以了，光木剑就可以了。就可以打赢他们是不是、欸。哇，又是回溯。回溯是什么东西啊？要负面情绪来拍片。回溯就是我又很速。前面一格跳好好的，后面一格马上又塞下去了。哦，我那个回溯，我知道。带着五颗绿宝石杀去，没关系，我会带着，我会等一下会比你强，我会带着八颗钻石杀去。那个蓝队让我杀，我杀，让我杀，让我杀。蓝队那个我来啦，他杀不到我的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可恶，他自己杀去了。哎、欸，赢了，被我杀掉了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换不了？我在炸他们的东西耶，帅，好棒哦。我会被砸死。我有杀，你们都五杀四杀，为什么小猪我不让我杀、啊？我一杀、欸，你在叫什么？我只杀，我几杀？我一杀而已，你在叫什么？杀而已，好吧。Next kill 是我哎、欸，我有一個，我是第三名，我杀了四个人，帅。四个。我喷漆。我跟你去。四个人，你还敢？我喷漆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先去上厕所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不要讲出来嘛，这样有点恶心。不会啊。恶心。啊啊！脚臂哦。